内地四成屌丝人，八十后最屌啊！内地网络寻日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互联网屌丝用户游戏行为的报告，话内地有超过五亿人是屌丝啊，占总人口约四成。所谓屌丝，即是出身卑微、个样普普通通、冇乜抱负的靓妹靓仔啊！唔系讲紧我呢啲八十后啊嘛？系啊，报告话你哋最屌丝，七十后就比九十后更加屌。而在三万几个受访者之中，上海人和月入3000至8000的男女就最认同屌丝，反而香港就最低了。虽然收入麻麻，但都有大概94%的屌丝肯俾钱玩网络 game。至于感情方面，报告话平均三个屌丝先有一个有拖拍啊。有业界人士质疑报告的准确性，亦都有人话可能是愚人节玩下嘅咋。